还好吧，是比赛的状元哦，状况应该好像比赛的状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他原本你今天会来啊，先练大，对啊，先练啊，特别先弄，那就先训导一下。力量来了，因为天颖哥很喜欢温迪，他说现在要修温迪波。天颖哥以前带我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他今天笑得很勉强耶。对啊，不是，不是金刚教练太大，不是金刚教练太大，不要太失望，不要太失望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失望，有点失落而已。我第一次看到电影哥这样，我快笑死了。第一个一样，今天就练下肢。好，一样练下肢。好 ，OK。下肢占70%的肌肉群，对，让你燃脂效果更好。好，燃起来。我这个呢，待会就是放在你的背后，所以你直接背对我就可以。哦，好。然后你就放在背的这个位置，然后做深蹲。好，那我们先站。OK， 好，身体要前倾，然后顺势前倾。好，可以。上来。我们再热一次哦，这个重量再热一次。好。好，再给你们休30秒一下。好，听哥以前带我不是这样，他今天是不是有情绪在里面？有一点情绪呢。我问你一下哦，这一组的痛苦指数啊，1到10，十最痛苦，一最轻松，你给几分？这一组6，6是不是太好了？我们再加一点。好。OK， 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热身哦。热身。好。我们热身完成了呢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做一个特别的，就是交替的训练方式。嗨，我们待会就是这个蹲12下，这个再做12下，哇，算一组，一组，对，这样算一组。OK， 好，我试试看。不用，好了，自己看一下啊。好，我再给他一点时间了啊。边看我下一个动作的僵持，一样我们做单脚蹲的动作，但是你会发现到屁股是往后伸，身体一样前倾到40度，让到你屁股的最大伸张位置，然后站起来。OK， 一脚做完就换脚。那当然你的动作一定要慢，然后而且稳定。他的做得很好，
膝盖，他在保护他膝盖，不要往前，你知道吗？往前的话，他就会伤到那个膝盖的韧带，半月板软骨就会伤到。教练，第二个是屁股翘。第一个是屁股，第二个主要是让大受力。哎 ，OK， 很好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刚才怎么没有事吗？没事，没事是啊。那我先去运动了。加油。可以的，我嘞。好了，加油。我们还有一组，最后的。好，还有一组。肚子动一下嘛，肚子动一下。还有肚子，好。肚子我们到那边。好，你想跟台哥一起跑一跑就好。要借由台哥，好啦，减缓那个时间。台哥，加油！抱歉，蛮想说跟台哥多聊几句。好。本轮的部分你要注意哈，你的屁股先往前推。哦，所以你会先身体出去的时候，屁股往前推，自然这样子出去。然后你肚子会有撑开的撕裂感，然后尽可能的出去到你肚子的伸张到最大位置就好。大放送，交给你聊了。今天是历代以来最累的，真的假的？不是啊，可能是那个体力不好，对。可以 ，OK， 过。十，好，可以，再一个动作掉，而且只要三组而已。好，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。第一个动作很简单，就是仰卧起坐，就是卷腹而已，这样做15个。第二个动作一样，头继续不躺，手从两边脚往上，直上顶就可以，这样子。好，把屁股带起来，这样子做15个。好，可以这样算一组。我们三组就好。We just wanna have fun, fun, fun. 11, 12, 13, 14, 15, OK. 今天结束了吗 ？OK， 今天结束了，可以。没有了不起。够了。通过天影哥的训练，谢谢天影哥。不会 ，OK。辛苦了。阿里嘎多。我们期待看洋洋的成果。好，正。谢谢。OK。